从妹妹嘴里套路吃的有多难。小美，这个是啥呀？好吃吗？不好吃。给我吃一口好不好？不好。给我闻一下呢。不好。这个红红的是什么？红红的是小火车。冬天假期刚刚结束。给我吃一个。不要。那让我闻一下这羽毛。这个蓝。踢球场。我还有点糊涂，给我吃一个嘛！不要！给我吃一个，吃一个！哎呀，让我吃一个，给我吃一个！是我的草莓，这是你的草莓。你什么？啊？你吃吧！我吃。